对不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 这正好，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一下。晴雯，帮我把这个交给紫苏。哎，哦，好，但是我有点急事，不能为紫苏庆祝生日了。哦，不过你跟紫苏说过了吗？ 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里好像没有这段剧情吧？让我猜猜啊，这是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戏吗？ 难道不是在排练，是真要砸手机？这么好的手机砸了多可惜啊！紫花大小姐，您如果不要，不如送给我去卖二手？不要叫我大小姐。
老师，你可以不要再跟着我了吗？我想看你到底砸不砸手机吧。我不会砸的。是吗？老师，我都说了我不会砸手机的，你还跟着我干嘛？最近骚扰女学生的事情频发，我身为老师当然要保护好你们呀。你现在这样已经是骚扰了。不至于吧，我可是一片好心。真要去投诉他才行。说什么市立院那边太土，让我们自己走过去。我又不是不给他车钱。老师，车钱是我付的。算我长远见识，一人一半嘛，等发了工资我就还你。是你家里人住院了吗？大病还是小病啊？我有个好朋友，认识了该有快30年了，也在这住院。朋友之间会相互亲吻吗？啊？没什么。差不多的年龄，癌症晚期，钱倒是赚了不少，可惜无福消受呢。老婆孩子也不怎么跟自己来往，现在天天后悔年轻时做的错事。哎，人嘛，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，怕的是一直错下去。老师，有没有告诉过你，你很啰嗦？哎呀，做侦探的时候没人聊天，现在好不容易当了老师，体谅一下嘛。听说你只是教我们1-2个月。这怎么打听到？嘿，看来你们也很有当侦探的潜质嘛。差不多吧，这个月或者加上下个月。不过说实话，你们学校开的工资还真是高，顶得上我接2-3个案子了。哎，我倒是真想就这么当一辈子的老师就好了。
看望病人，不买点花啊、水果之类的吗？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是吗？那看来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人吧。算是吧。我的朋友呢，挺喜欢紫色的。不过大男人喜欢紫色，会不会很娘娘腔啊？我不知道。紫花大小姐，有没有硬币啊？借我俩。你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吗？不是，哎呀，我这钱包里全都是100的，我怕老婆婆找不开嘛。这太麻烦了，我这人啊最不喜欢带零钱了。哎，算了，不买了。拿去。刚刚的车费再加上2块，发了工资就还我，对吧？其实说实话，这小钱对你这大小姐来说……我不是大小姐，所以这些可不是小钱，我会记得去找你要钱的。要探望的人住在哪儿？大概 ICU。 这么严重啊？不过我朋友倒是刚从 ICU 出来，治好了。哼，哪那么容易，我到舒缓病房等死罢了。上次问你认不认得我，你现在想起来了吗？果然。我先去见我朋友了，你慢慢找你爸爸吧。早上好，子华。早安，母亲。
不吃吗？今天起得很早吗？母亲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如果是关于那个自杀的女生，那就不要开口了。不过我倒有事要问你。这几天你都回来得很晚，可以向我说明一下吗？我好了，不要再想了。这样吧，从今天起你不用去学校了，就在家里好好待着。子画，你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，对你和那个女生所有的事情既往不咎，而你要服从我的一切安排。我们是这样约定的，没错吧？我想我从没有教你不守信用吧。学校那边我会帮你处理好，等过段时间我就送你去英国。我已经死了。所以，这和我们的约定有什么关系？所以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是说，你认为我违反了约定？哦，对了，子华，别忘了，别墅周围都装有摄像头。不要再做会惹我生气的事了，好吗？我爱你。